在存在于。恭喜恭喜！是的，恭喜这以上三组的获得三个奖项。恭喜所有歌手啦！现在呢，我们要请到的就是我们高雄市新闻局长赖瑞龙赖局长来替我们颁发这些奖项。是的，来赖局长，来谢谢。谢谢赖局长。首先呢，颁发给萧煌奇，恭喜恭喜！最受 KTV 的点播冠军奖，你们去 KTV 会点萧煌奇的歌，会不会？接下来是最具突破奖，我们的安心雅，当然是大家最喜欢的这个最受欢迎的组合团体 Lollipop。恭喜！是的，谢谢我们的赖局长，谢谢。谢谢。那我们也请 Lollipop 还有我们 Amber 先下去休息一下。是。我们现在呢，马上就要来听萧煌奇好听的歌声。谢谢。来，这个奖项就让我来拿好了哈，来。让我们的这个凯蒂搀扶我们的这个萧煌奇呢，到前面去为大家带来这个非常精彩的表演。